欢迎你来跟书燕学中文。这里是中级班的幽默中文课程，请看《淡定的司机》。一天，我打的去机场接老板，因为晚了，一上出租车，我就叫那司机开快点儿。他果然开得飞快，还一连冲过了3个红灯。我担心地提醒他，不用这么着急，如果警察抓到你，会吊销你的驾照。司机淡定地说：“放心吧，我没有驾照。”接下来我来读一下关键词。打的，老板，出租车，司机，提醒，着急，警察，吊销。驾照，淡定的。好，接下来我再用正常语速把这个小笑话读一遍。一天，我打的去机场接老板，因为晚了，一上出租车，我就叫那司机开快点儿。他果然开得飞快，还一连冲过了3个红灯。我担心地提醒他。不用这么着急，如果警察抓到你，会吊销你的驾照。司机淡定地说：“放心吧，我没有驾照。”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了，再见。Special thanks to Dr. Liang.